我是 Grace， 今天是在日本的第二天，大阪自由行 Day 2。那我们今天会去奈良喂小鹿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日本时间6:55，拿我吃着台湾的太阳饼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搭电铁去奈良，然后大概会是600多日币吧，就100多台币。就还蛮便宜的，因为还蛮远的，然后50几分钟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去看路吧，耶！我每次看到日本的计程车都会想到晴酒的车。周围都是路，路上都是路，这也是路，车子中间也是路，他们被包围了。路线费都是200块，不用比价了，就都是200块。然后这边的路超级凶的，就直接咬你衣服，衣服不要穿太好。我刚才衣服被咬超多下，超多口水的。爸爸，大姐姐，他腰超嫩。你会不会怕？这里的路都很暴力。喂完鹿之后，旁边有很多寺庙，像是东大寺还有春日大社。那我们是没有买门票进去，因为就是在外面的话也是有很丰富的风景可以欣赏。像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有写祈福的愿望在上面。那要去拜拜之前一定要先洗手，给大家看看。边吃天妇罗豆饭，好吃。然后有麦茶，
还有这个酱是热的。好，能沾一点点就好。买一个厚的。啊，一个厚的。对，不知道是材料的。我来试看看。试看看。嗯，很脆，很好吃。然后下面是饭。嗯，很好。什么字？饿，快点，饭吃完了。嗯，来自荞麦面。那现在是12点多，亲爱的奈良之旅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我们有逛一下便利商店，里面的东西真的比台湾便宜很多欸。那他也有卖很多奈良的相关商品，很多鹿。那我们最后是买了这三个。不用钱的，然后这边就是它会是外面的观景台要再加价，就是你用一般的是不行的，然后反正就是绕一圈，然后风景真的很漂亮，大家就可以来，特别比101矮啊。
顶楼好像不用收费，如果你有周游券的话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上去顶楼，超可怕。它好像就是只有一个栅栏的栏杆。嘿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一个自动门。天哪，我要去搞证。超级高。天哪，哦，它这有那个安全的。不行，还是很可怕。但站久了就习惯了，这里真的很值得一来耶。真的推荐大家买周游券。好，现在要去美术馆了。美术馆就在展望台的对面的那栋的27楼。现在要去的美术馆也是周游券能够免费入场的，那它是期间限定的美术馆，只有到12月哦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2月前赶快去，里面的画真的超级漂亮的啦。一开始进去会给你看一个 3D 电影，真的超值回票价的，那大家就一起来欣赏吧。接下来我们要用周游券去坐摩天轮咯，那这是在 HFM 百货公司里面的顶楼。那这个摩天轮是由透明的窗户构成的，一起来看吧。连线做的，来吃看看。刚点的章鱼烧做好了，来吃看看。那很软，但每人限点4颗。
们大阪 Day 2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那喜欢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最后以30061负做结尾，拜拜。